我希望在我队里的人，就哪怕只咱们，咱们。啊！我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。二姨，你要拿老虎我就不怕，我喜欢凶猛的，我不喜欢欺负弱小。这么行啊，这么行啊，这么行啊，干嘛啦？王夏，你很幼稚。不要叫。我再也不装了，我太对不起我自己了，一切都是假象。很激动啊，他们见到人，好久没有人这么陪他们了。